要裝頭髮，因為我是主項108。好的，那你是你覺得今次準備你如何啊？今次準備？今次準備啊，有啲不足啦，因為啲假期冇咩點訓。不過我今次跑咗時間好啊。係咯，見你今次跑得快過初賽，有咩感受啊？有冇？都算預期之內嘅。預期之內。係。咁你對於呢一槍有咩評價？對自己表現？呢槍又破咗 PB 啦，跟住我覺得起跑最差嘅起跑成績幾好嘅，係咯，希望決賽我再可以進步。咁會唔會對自己 final 有咩目標咧？希望？都係梗係跑入10秒啦。